你到底喜欢明卡审么呀？天天在医院摸着福尔马林的，看人一眼看到心肝脾胃肾上。你还别说，还真有可能就是因为他看到我心里了。说好看吧，蠢萌蠢萌的也谈不上，说气质吧，那跟小夏没法比啊。我觉得还挺好看的呀，而且还特优雅。 谁呀？我点的红酒到了。你没退啊？你付钱，我为什么要退啊？来了。哎，米卡，什么卡？珠宝不行吗？邢大队长，你是不是对又雅有什么误解呀？ 米生，在医院修修补补一天了，下半年洗手了吗？哪儿那么多话呀？管那么多？几位，你们谁能签收一下？我赵汤。<咳>我还是很会做人的，既然不需要我了，那我就先撤了。欠我那顿下半场。没吃饭吧？那个，我这里边有火锅，也没人陪我吃，要不然，一姐。好啊。等我一下，我回去上个厕所。哦，好。 柯小姐呢？啊，出差。 没什么事儿了，快拆了好像。要不舒服就随时找我。我有个事儿想问你。 你什么时候认出我的？从你拦车的时候吧。那你什么时候喜欢我的？第一次见面吧。 那你怎么训练的时候还对我这么凶啊？我那也不是凶，就是对你更严格一些吧。因为就是那样，我才放心。我不太也是没。吃吧。 不是说你今天值班吗？那个陈小燕突然又不跟我换班了。你不是本来说今天有事吗？取消了。是这样，本身是想给你一个惊喜，就是骗你说我不回来，然后回来准备一顿烛光晚餐。你看这些食材，本身是用来做西餐的。 但看你好像也不太失望。我其实是会失望的。我今天一天都在跟所有人说，
我不能换班儿，但是我又想到你的工作太特别了，会有临时的事儿，我也不敢抱太大的希望。就像如果我下班前突然来了一个急诊的病人，我可能也走不掉一样。所以，我也是第一次当别人女朋友，我也不太会表达。这都一样，我也是那个第一次。那以后我们就别给对方惊喜了，容易失望。不适合。哎，小小，有你的快递，家里面没人吗？哦，稍等。你好，你写错地址了，我在对面敲了半天的门。哦，不好意思啊。没事。送什么好啊？玫瑰、百合、菊花。算了。哎，这个好像可以。还是有惊喜的，送你。谢谢。我觉得什么玫瑰啊、康乃馨、百合都不适合你，这和你挺像的。向日葵，因为我脸大。不是，因为温暖。不是，怎么回事？分一半，比较容易承担。耳边你的话在脑海打转，也不理解爱。我到了。一起天更蓝，月色为谁好？干什么呢？笑那么开心，关你屁事儿。据我分析，你这种笑容叫做多巴胺，这种脑内分泌物跟人的情欲和感觉有关。那你浑身都是多巴胺。我可不能跟你比，这爱情事业双丰收。哎，对了，你今天是在急诊的最后一天了，以后的米卡可是安科大夫了。对，你到时候我好好给你看看你的脑子。主任到了。主任。主任。少凑一次当帮忙好吗？怎么了？叫张勇就是男的吗？